一格大的。60。60多，60，差6根呗。没有啊，就这一根大的。就这一根吗？行。这座这么沉吗？饭店都给座了。给你搁这儿吧。都前来的呀。你大外孙子啊？你带我大外孙子，开窑了，上窑了，开窑，馋不馋呢？啊？啊？咋了？那咋整呢？怎么的，大外甥？怎么也不怎么的，我姥爷今天过生日嘛。啊。嗯。给你祝福你姥爷过生日啊。嗯呐，我姥爷呢？这儿呀。俺在这儿引着点吧啊！哪天有功夫我去上那请一下。呀，这又谁来了呢？行了，好了，那谁？啊，打电话了。那谁呀？嗯，不行，祝你爸生日快乐呀！你爸都没吱声呢，你大闺女祝你生日快乐。买什么买？啥都有，不买什么？不买买什么买？你呀，你瞅着就挺有食欲呀。那可不，你没捞着吃吧？哎呀，我要是不考科三，是不是我也回去吃去了？你说？啊，也考证呢？考证呢？过了咋的？啊，过没过？我问你。啊，过了。过了，一把就过了。哎呀，挺厉害。给我紧张死了都要。紧张死了。那你怕啥呢？呀，你瘦了，大姑娘。啊。你瘦了，你瘦了。哎，瘦了！我一眼看见你瘦了，你看我胖了是瘦了，啊？你看我胖了是瘦了。你好像80瘦点。80。哎呀妈呀！你真没看着我这张脸，看看。也运动啊，昨天我胖啊，你老弟和你老妹儿都叫我，不让我黑天吃饭，我不干，我不行，受不了。爸呀，给你买点啥呀？啊，啥不用买，买啥买？啥不买？你买那些玩意儿还干呢？还没吃了呢，还买？那好了，吃饭吧。啊。看看。
啊，来一块吧。今天被老干那么多活，是脸了，这都被老干那么多活，在家听二人转挺好的。那草咋薅它不得长啊？有几根儿的。哎呀，然后就想。